本所同仁一日19时35分于红滨勤务结束返回驻地时，在本辖九如寺路与内回路口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恍惚，并试图穿越马路。经本所同仁火眼金睛将其拦下后，发现该名男子为本辖毒品劣管分子。经调查时，该名男子不断地声称自己没有携带任何违禁物，并且要试图掏出东西给警方做查证。在于掏的过程之中，在其右边的口袋落下了一包不明粉末。经本所同仁带反所查验后，发现为一级毒品海洛因，经称重后为毛重0.36公克。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将该名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